佛弟兄们，去那个漫天飞索，白索，咱今天玩一个盲跳挑战，看见这一片场地了吧？这里面有坑有路，不过谁要是能到达终点，将会获得神秘大奖。还是你先开始，我先开始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你也不开始，就我先开始啊！开始就开始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啥条件？得给我两次机会啊！你清楚，来吧，准备好了吧？好了，来，哎呦，我拿了啊！我两次机会，成功率大了你！哎呦，走了！哎呦，战斗的傻子，你出没出头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死了！啊，这机会真的没了！哎呦，不能干！这还有谁呀？一进去就看见手机跟你见面了，苹果手机到手了，华为跟着好，这么好呢，都被助理整怕了。哎，外家觉得难，简化了领取，从左脚下载挂机，不用自己动手。哎，女仆带外配上送的红木身装，轻松霸榜第一，前5000名下载还送平板保底。左脚下雨了，来呀来呀，哎，快点，不能再走了。他这烟火，你才知道啊，这地背呀，哎呦，是个饼吧？不准。哎呦，这上哪去了？没有规律啊！哎呦，你眼看不见啊？你走啊，走吧！哎呀！我该上哪去了？这回得难，突然员下来了呗，我的华为都到了。哎呀，早下了，苹果平板都发货了。左下角，早下走小路，真是有脚。来，哎呦，这咋了？别打了！哎呦，我的腿，我踢他的脚印。哟，兄弟们，这个也是路。开上！大奖，请在终点等我。300块了，你别乱！哎呦，这不会了。